转载自百家号作者，追求者随着 NBA 2K19 举行游戏试玩活动， NBA 各大球星 2K19 能力值也就一一曝光了。下面我们不妨盘点下自从2008年以来 2K 每年评分最高的球员。 2K8 是邓肯和科比98并列第一， 2K9 是詹姆斯、科比、韦德、保罗和加内特99并列第一， 2K10 是科比97位居联盟第一。从此之后，詹姆斯 2K 能力值已经连续9年制霸榜单，分别是 2K11 97、2K12 98、2K13 98、2K14 99、2K15 98、2K16 94、2K17 96、2K18 97和 2K19 98。你可能会问，为何詹姆斯 2K16 能力值只有94？因为那一年众球星能力值普遍不高，詹姆斯94已是联盟第一，排在第二的是库里93，而杜兰特只有91排名联盟第五。詹姆斯 2K 能力值连续9年霸榜，就凭这一点，还有谁不服 LBJ 就是联盟第一人，而且他的能力值曾高达99。即使已经年满33岁，他 2K19 能力值依旧达到98，领跑全联盟。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杜兰特11年职业生涯 2K 能力值从未排名联盟第一。在人气方面，詹姆斯仍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就拿推特粉丝来说，詹姆斯4000多万粉丝是排名第二，杜兰特1730万的两倍还多。再拿 ID 来说，詹姆斯同样40000多万粉丝领跑全联盟。在这里提前大胆预测下，本盟主认为詹姆斯会成为新一届西部全明星队长。